航程今日521次莒光号列车，本列车是经由海线开往新左营，开往新左营的莒光号列车。
那要是再站中立奥子丹右边汉三总化 next stop 中谢谢大家哈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哈，来，谢谢大家来到这52年的解放号，今天是有一天啊，特别的情况。
光右侧。台北市的多少钱？你们坐什么？Thank you.
车请到二分月台上车。